Yo,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佳明。那我终于就是要来玩这一款游戏了。那这一款游戏呢，其实早在两年前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人问我到底有没有玩，然后到底有没有拍这个游戏。那因为我当时是没有玩这种游戏的，而且那时候我的空间也不足，所以我也是没有去玩这个游戏。那现在我就是要来玩这个游戏。那这个游戏呢，就是叫做《王者荣耀》。讲真的啦，我是对这个游戏呢是完全0%的懂，我完全没有动过这种游戏。那如果我玩的坑的话，就请见谅，因为这个真的是我第一次玩，所以我们就开始吧 ，Let's go。那我们现在呢就已经进到这个游戏了，那我们就开始来玩吧。比武匹配。其实我真的是看不懂这些东西，因为我没有玩过。要确认了哈，我才知道要确认。其实我也不懂这些英雄拿来干嘛，我也不懂要用什么英雄，那我就随便用吧。我也看不懂这些英雄，真的我看不懂。这个吧，百里玄策。买了，看不懂。我有哥哥，你没有。欢迎来到王者荣耀。敌军还有5秒到达战场，请做好准备，全军出击。讲真的，我不懂什么东西。哎，这些人怎么没有动的？来玩生存游戏吧，很酷的。你来出演，生无可恋。跟着他们是对的吗？飞廉很兴奋，飞廉认为自己可以一挑五。对，这么埋的。哦，这个位移是这样子。讲道理，有哥哥罩的小疯子简直不讲道理。哎呦，对，这么我的命这么少的。不要跑，不要追我啦，我的命怎么这样少的喂。First blood。 你不讲道理。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Double kill. Yes.飞廉很兴奋，飞廉认为自己可以挑五。Yes. An ally has been slain. 怎么那血掉那么慢呢？ An ally has been slain. 拜拜，不要玩。You have been slain.你们觉得这个游戏容易玩吗？我的段位还是在青铜，但是我是没有动过这个游戏的人，所以我可能一玩就会输。哇，我这是队友来的哈，哇，这么厉害咩？来玩生存游戏吧，很酷的。出演，生无可恋。An ally has been slain. An ally has been slain. Enemy.
Double kill.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防御塔护盾消失，炮车出击。You have been slain.An enemy has been slain. 为什么我的命是在扣的位？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哇，我到现在还没有杀到一个人。Killing spree. 会那么痛了吗？ You have been slain. 哇哦，好难玩啊！真诚的眼神，这是买的。An ally has been slain.就是买的这个，他命有这么厚吗？就买这个，又是遇到他们。难玩呐、啊，这个游戏。为什么这样啊？喂，那么东西，怎么我不能动了？喂。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You have been slain. 正在被攻击。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An ally has been slain. Wait, 我的命在扣的。You have been slain. What?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 An enemy has been slain. You have been slain. 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打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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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速快速 ，yes yes yes。Enemy unstoppable。Defeat。Defeat。Defeat。金钱和混战。我都啊，看我才零杀，最少最少都有一杀，你看我才零杀，厉害吧我？哎，对面有一个零杀的，不过整体来讲还是，哎，真的好难啊，真的好难，这个游戏真的好难。天上来，这是什么来的？可以买英雄，没钱呐、啊。好了啦，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啦。那我是真的对这种游戏没有兴趣，不是讲没有兴趣啦，就是比较不会去玩，就是不会太自动去玩，就是有人告诉我很好玩我才会去玩。但是虽然我很多朋友都在玩这种游戏，但是我可能会更爱 PUBG 一点，还是和平精英一点，因为可能枪战类型的游戏还是 3D 的游戏会比较适合我，那这种游戏呢可能就不太适合我，所以我打的坑请别怕我，因为我是真的第一次玩这款游戏，我也没有玩过。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就记得按赞，那这一支影片对王者荣耀大神来说可能不会喜欢，因为真的是太坑了，而且我连一杀都没有拿到，是不是真的很坑？所以打王者的千万不要来找我，也不会有人来找我打的。那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了，拜拜。